当小孩向妈妈哭求，妈妈的心都碎了，爸爸也只能瘫坐在地上。中国云南8岁小女孩雅华罹患罕见的椎体外经症候群，发病时身体如蛇，痛苦不堪。雅华父母都是农民工，为了救治女儿，从云南北漂到北京治疗，耗尽家产，欠下巨债。当雅华发病时，意志是清醒的，更让父母心如刀割。医生对已经山穷水尽的父母说，雅华必须动手术，才有治疗的希望。国家的文明与进步，除了对外撒下天文数字的一带一路，自己人民的生活呢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继续奋斗。高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